那这样，今天傍晚我们一行人到达云深谷之处，起飞下策。走了，的，便宜点。吴一家，你不会跳没生涯的？来，让开。这是什么？毒药吗？拿好啦。谢谢韩光君。你怎么不谢谢我？那多可爱呀、啊！哎，你干嘛这么生气啊？除非……啊，你喜欢绵绵？